10月7号，今天算是半阴天。一大早准备了这些竹子啊，跟竹片，要来帮这些蓝莓做支撑。这就是我的顶楼，看光线好，气氛佳，通风良好。现在开始工作，准备好的竹子跟竹片全部用光了。现在呢，几乎它们的根就不会动了，真的是五花大绑。它们的茎根的部茎啊的树干的部分就比较不会随便乱晃。你看风那么大，现在底部已经没有在晃动了，也不需要一直在补土。这样会不会太夸张？躲在后面的这个是柠檬，不会开花的柠檬，也不会结果的柠檬。现在大功告成，昨天晚上虽然下了一场大雨，我还是帮他们浇一点水。现在风还很大，仔细的观察，已经没有在晃了，算是蛮稳的，这样我就放心多了。你看，现在风还是很大。OK， 忙了大概1个多小时。